威廉发文庆祝妇女节，使用夫妻共同的称谓。42岁凯特王者归来。凯特王妃手术期间，威廉发布一份公告，居然使用了单独的称谓，在网络上掀起了惊涛骇浪。在威尔士王妃健康成谜的情况下，阴谋论的版本增加了很多，批判威廉的声音不绝于耳。不知道是不是工作人员疏忽了，那份流传甚广的文件不光使用单独的称谓，还只放了威廉一个人的徽印。很多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网友编排出很多的版本，例如离婚、意外和整容等等。显然英国王室也顶不住舆论压力，逐渐开始透露凯特的情况。过国际妇女节的时候，威廉夫妇以共同的名义发文，表彰在过去一年做出杰出贡献的女性。威尔士亲王夫妇联合发文，主题是了不起的女性的影响力，一起庆祝妇女节。这些照片都很有意义，挑选出有代表性的女性，分享她们的感人事迹。帖子一共晒出了13张照片，表彰杰出女性做出的贡献，其中也不乏一些小人物，分别有儿童运动教练萨拉戈德森、女演员艾米莉亚克拉克和她的母亲詹妮弗、 Earthshot Prize 获奖者维蒂亚考恩、英国军官哈普雷特詹迪等等。沉寂了这么久，威廉王子终于更新了自己的社交动态，并且还使用夫妻共同的称谓，的确是个好消息，至少证明凯特还活着，并且还热衷慈善公务，甚至一直都想提前复工。之前威廉使用单独称谓发文，的确把大家吓了一跳，当时整个英国王室都封锁消息，娘家人也是三缄其口，凯特几乎处于人间蒸发的状态。如今局势逐渐缓和下来，王室也开始放出一些细节回击无厘头的阴谋论。不少王室专家都认为，这次妇女节发文只是个幌子，目的就是让凯特王妃出来报平安。唯一美中不足的一点就是新闻稿用的还是老照片，并没有凯特的最近的照片。其实结合前几天的近照，就会发现凯特在接受治疗的时候或许使用的某种药物导致脸部浮肿、五官变形。凡事都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腹部连接着人体的重要器官，做完手术肯定要好好休息。王室的工作人员也爆料，凯特王妃希望保护隐私，因此一直都没有出镜，没想到助长了阴谋论。妇女节当天，威尔士夫妇联合发文给王室粉丝吃下一个定心丸，看来舅舅的爆料起作用了。如果凯特不是生病，而是被王室雪藏，那么娘家人这步棋算是走对了。凯特消失的这2个多月的时间，在网络上引发了大震动，也让王室意识到她的重要性。原本以为是随便欺负的平民儿媳，如今看来却是王室的主心骨，比正儿八经的龙子龙孙都要受欢迎。经过这次的舆论大战，凯特王妃的王室地位会大大提高，没有任何人敢轻视她。即使威廉王子有所谓的红颜知己，在利益面前也要靠边站，根本不是正宫凯特的对手。凯特王妃养病期间，民间对王室产生了不少负面情绪，如今王室高层才明白，凯特才是君主制统治的福星，有她在王室的统治才能延续下去。